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内裤，冬天穿不暖和，夏天穿又不凉快，洗衣机还不能洗，非得用手去搓，买小的卡裆，买大的还逛裆，形状根本就不统一，有三角形的，有四方形的，不，你咋不发明一个平行四边形呢？更可恨的是啥呢？也不知道哪个爹发明那个钉子裤，咋的？你就差那块布啊？那块布省下来能当口罩啊，啥也不是。大爷啊，快递啊，快递啊，你钉子裤到了。哎呦，不是私密邮寄吗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是个渣子。